早上好，中国，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很喜欢冰淇淋，但是速度与激情就比冰淇淋速度与激情就我最喜欢，所以现在是音乐时间。金钱看齐，墙上写着金项链的三十二岁了，装个当套富娃郎的。朋友是一个坚韧不拔。天上太阳红呀红彤彤哎，心中的太阳是毛泽东哎，他领导我们的解放哎，正义翻身大。朋友是一个坚韧不拔的纪录片，在香港这座城市。你好微博，现在我拍电影，但是我给手机说话，我不可以用我的手机我们拍的时候，所以我现在拍这个，因为